现在目前打算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走到那边去，然后等我走回来的时候呢，太阳可能就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就要去爬这座山。这座还是有点高的，所以现在上去跟上这个台差不多的。这走得太慢了，走一会儿就要休息一下，照照相，摆开东西。我估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逛回来那个山峰。哎，有电瓶车啊！那刚才怎么没有人提示我呢？最近一直没有怎么走路，所以明显感觉体力又有点下降。顺这条路一直走，我已经走到我刚才指的那个点了，回头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就没什么人了，再往前走应该人就更少了。今天背的 Milo 没背飞机，所以航拍估计没戏了，从停车场起飞看一眼得了，或者是明天再进来一下。我这个鼻炎啊，可能这个花粉过敏也是有点的，整个进来之后一直在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涕。米老现在也放出来了，因为景区整个景区里面没什么狗，但是得让它走得离我近点，因为这个路上会有电瓶车经过。又阴起来了，刚才没拍，刚才天有点亮了都，所以我就往回走了。哎，又阴起来了，看来我需要慢慢的走，要不然他就上山顶坐着等，因为我看那边有好多拍照的人架着相机在那儿等呢。现在要尝试爬上去了先，因为等一下太阳出来的话这边就不好爬了，爬起来会很热，所以趁着阴天先爬上去。它这个楼梯是整个绕山转的，看我刚才是从这个地方一直沿着路走过来的，这边还是看起来挺好看的，可惜没有太阳，有太阳的话肯定是金灿灿一片。再往这边看，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上的那个小山头，我现在正在绕这个大山上去。这个山很搞笑，上着上着变成下了，然后等一下还要上，哎，坑人嘛，这不给我锻炼身体。爬到山顶没有想到的是大家在跳舞，这是让人没有想到的。看一下这边最高风景的地方，但是还是天阴着，如果要是太阳出来的话，等下我再拍一下。这舞跳的掉在花堆里了。情歌唱给情哥哥，那西姑娘似花朵，盛开在哥哥的心窝。如果大家再来这边，我建议还是停这个停车场，如果只是路过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高速服务区，可以停到这边，它的三楼是观景台，可以上去看这边的景色。哎，看我的车在这儿，哎，刚好被一个大巴挡住了，又还有一辆房车。越玩越嗨，跳的人越来越多。就在这个山顶上，这首歌应该叫不知道纳西什么歌来着，我之前听过这首歌。绕到他们后边去看一下，换着音乐怎么样？
回头，然后一帮人在这跳舞。有个好消息就是，看地上的影子，太阳出来了。太阳出来，这个颜色就更饱满了，应该。哎，这正好挡了个松树。我走到一个，啊，大家这边都是照相。太阳是出来了，但是光线这个还是不是很理想，远处的这个雾还没有散掉，所以米洛在这里关着，我在这边坐着，看着游客一波一波的来，一波一波的走。看太阳稍微出来点，这长枪短炮架好了就。看这边，哎，躺着了。看，可惜太阳现在又进去了，没有了。越来越夸张了，呵呵，这边这个角度几乎被长枪短炮占领。还好我来的比较早，我一直坐在最好的位置，坐着，然后等它开岩石，发朋友圈用的。但是还是要等太阳，基本都是佳能，这应该是摄影友吧，袋子上面都是 EOS， 我曾经也是 EOS 的一员，只不过是去一趟西藏，我发现我根本背不动，全部出掉，看来今天这个太阳是不会出来了，大家都在这儿等着呢，等太阳。人是越来越多，但是刚得到消息，这边要明天要下雨，所以我现在要回去。现在虽然还有点风，但是我要回去航拍去了，不要等太阳了。看来明天我就得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去万峰湖看看能不能钓两天鱼，换换心情。其实看这个花吧，不一定是爬得越高越漂亮，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黄色特别的黄。再照张照片吧，在这儿。这个天呀，真是，我下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哎，走了好远，怎么办？不要回去了，和那个，回去拿飞机拍吧。哎，这真是缺乏一点耐心。回来才知道我多久没航拍了，差一格电，差两格电，这个再充三块电池 ，iPad 竟然也没电。遥控器也在充电，哎呀，充吧。到黑水箱的时间又来了，哎，这次里边是基本是空的吧？其实我到过一次了，最近一次，就手拎着吧，很轻。刚好到卫生间里边倒一下，这次倒就不给大家看了。呵呵，上次有的人说正在吃饭呢，呵呵，倒完了顺便往外边冲洗了一下，哒哒哒哒哒，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后拍了几段视频，风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拍的视频呢，现在我就是视频里边没法用，直接放视频太尴尬，加音乐还要版权什么的，所以暂时这些视频就先不放出去了。最后一个快递了，现在是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取到了，看，直接转发到这个景区停车场，
所以现在我要进去上车上去。